静宝也是属于一个好奇心的年龄。他绝对是啊，他绝对是个好奇宝宝。他对什么都很有兴趣，但是我发现他非常爱唱歌跳舞。然后他现在是 BLACKPINK 的大粉丝，他很爱很爱听他们的歌。然后在学校都在一直叫老师说：“老师，你放那个 How You Like That, How You Like That。”然后还有那个 Baby Your Soul， Baby Your Soul 是什么？你知道吗？是 As If This Is Your Last Time 什么之类的那首歌哈。好，然后还有一首歌叫做。Let's kill this love。他说：“妈，我要听那个 Let's kill the love。Let's kill the love。”因为什么他会认识他们？是因为有一次我自己闲来无事，我想要知道我一把年纪能不能够再跳少女般的舞蹈，所以我找了一个老师来帮我上了一堂课，就是 How You Like That。然后呢，我就跳给静宝看。静宝就从此爱上 BLACKPINK 这样，然后他就会一直问我说：“妈妈，这个是谁？那个是谁？那个是谁？”那一开始我真的只认识 Lisa， 因为我跟她一起工作过，其他人我都不认识。可是我为了她，我去认识了所有的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这样，然后哎，我都认得他们每一个叫什么名字。但是静宝就说：“妈妈，我最喜欢这个，这个叫什么名字？”我说：“哦，这个叫 Jisoo 吧，对不对？”他最爱的就是 Jisoo。然后我老公就说：“静宝真的很厉害，因为 Jisoo 是他们队里面的颜值担当。”他就爱那种长头发大眼睛的，他从小就懂。可是他看看你跳舞不是粉你，是粉这些姐姐吗？你这话这什么意思？你妈妈？所以他粉那些姐姐。他有去过我们演唱会啊？他记不记得？他知道妈妈我要听17。哦。然后他会知道说妈妈你们有坐火车什么，他都知道，他都记得，好不好？最怕突然什么的安静。他跳舞的影片就是有给 Lisa 看过吗？没有哎，因为我怕他会说 F 班直接进 F 班。其实跳好玩，我自己只是跳好玩的啦。对。刚刚瘦子在演唱的时候，你完全 copy 他每一个动作。我觉得瘦子好害怕，知道吗？他本来讲来，然后后来就一直对这边，然后他不敢去高手。很好笑，因为我在后台，我跟他说我会坐前面，我一定要帮你拍起来。是，因为他说他这个台子很接近大家，他会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放心，我会帮你拍起来。所以果然他一上来看到我以后呢，我果然就跟他很嗨，四目相交。后来他发现我好像一直在盯着他，对，但他再也没有看我一眼了。他本来只是想眼神接触，是不是？没想到你看太深了，你知道吗？对对对，他就因为那个眼神开始有点侵略感。外套被抢走的那一刻，我有看到他的眼神中流露的有点吓到。